来看环保署最新的生活监测，雨水最深的前五名拢在北部。新竹今年是以 PH5.29 升过已经连续四冬拢是头名的中立，这正是全台湾雨水最深的所在。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厦大气系进行全国生活监测和成分分析调查，收集2021年全年14座生活测站资料，有效样本数1039件，雨水上升的前五名拢在北部，其中以中立和新竹测站较悬。会担心酸雨问题吗？会，主要就是酸雨如果影响环境的话，也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，然后会怕有一些疾病上面的问题。酸雨还好啦，因为你又不会在外面淋雨啊，所以我觉得还好哎。除非你在上面有淋到雨啊。根据环保署最新出来的生活监测，新竹 pH 在5.29，进入连四年丰收的中立，加州全台落雨上升的地区，也不过其实全台去年14座生活测站雨水 pH 在平均5.75，比生活定期 pH 5.0较悬，拢已经脱离生活区。过去30年来，我们的 pH 值从可以小于4.5，一路呢攀升到现在呢，都已经超过5.0以上。大厂锅炉的改善，氮氧化物也因此减少了排放超过6000公吨，然后硫氧化物这些制酸根离子的部分也减少了3000公吨。海家表示，这几年来硫氧化物多数控制，纯氮氧化物像工厂排放管和移动车辆，尤其移动车辆管制是形成都会区生活的主要来源。汤圆针对空污管制策略，除了协谈大厂自主大大削减污染物排放，也针对高污染暂时事件全市监控，推动全国头一座机场医疗院所空气品质维护区，另外积极推动六都上便利电动机车优先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第二十。